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！这次呢，我们再唱一个《如果感到幸福》这个幸福拍手歌来改编的一个动作歌。那我们还是需要一块小纱巾，或者是小毛巾，或者是浴巾都可以。你可以根据你的这个毛巾的长短，可以抓住毛巾或纱巾的两边，或者是对角。看哪一边呢更适合你的胳膊的长短。好，那我们来一起开始啦。如果感到开心，你就拉一拉，在胸前拉一拉。如果感到开心，你就拉一拉。如果感到开心，你就表明态度吧，我们大家一起拉一拉，拉一拉你的毛巾。我们第二个动作呢，是把它放到你的脖子后面，然后两个手呢，还是抓住这两头。如果感到开心，你就扯一扯，扯一扯。如果感到开心，你就扯一扯，扯一扯。如果感到开心，你就表明态度吧，我们大家一起扯一扯，扯一扯。第三个动作呢，我们要上下晃一晃。如果感到开心，你就晃一晃。如果感到开心，你就晃一晃。如果感到开心，你就上下晃一晃。如果感到开心，你就晃一晃。如果感到开心，你就转个圈，在你的头上转个圈。如果感到开心，你就转个圈。如果感到开心，你就表明态度吧，我们大家一起转个圈。如果感到开心，你就跳一跳。如果感到开心，你就跳一跳。如果感到开心，你就表明态度吧，我们大家一起跳一跳，跳一跳。如果感到开心，你就藏起来。Peekaboo，如果感到开心，你就藏起来。Peekaboo，如果感到开心，你就藏起来吧。如果感到开心，你就 Peekaboo。好吧，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歌。那我们就到这里，拜拜。